阿姨，住手！做什么？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师父的仙体保存好，然后等师父回来。阿姨，有人擅自偷了金莲，我不能留在昆仑虚陪你了。等我修成了人形，我便不会记得这里，也不会记得你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至10点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全台独家首播。